就在刚才呢，我们收到一个让人遗憾的消息。北京时间今天下午，2014汤姆斯杯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，卫冕冠军中国队惨遭淘汰。在和日本队的半决赛当中，慎龙首场发挥欠佳，以0-2输给了田儿贤一。柴彪、宏伟在首局握有四个局点的情况下也惨遭逆转，他们也是以0-2落败的。接着先生一局的杜宇鹏连丢两局，被桃田贤斗逆转击败，中国队是以0-3输给日本队被淘汰的，无缘决赛。这是中国队自从2002年之后12年来首次无缘汤杯决赛，他们的五连冠被终结了。不过花无百日红呢，也说明了一个体育项目呢不可能被一个国家队长期的霸占着啊。总结经验教训吧，希望国羽们能够早日王者归来。